电视剧《我的抗战之猎豹突击》主创一行昨天来到我台演播厅，出席了该电视剧的全国首播式暨观众见面会。该剧的制片人和主要演员在现场与媒体和观众进行了互动。在12号的见面会上，《我的抗战之猎豹突击》制片人刘晓峰携主要演员朱永腾、刘思彤、魏春光为到场的媒体和嘉宾介绍了剧情，并与观众亲密互动。《我的抗战之猎豹突击》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由一群身怀绝技的草根新四军战士组成的猎豹突击队，在队长聂天明的指挥下同日寇斗智斗勇的英雄传奇故事。主演朱永腾表示，专业团队打造的动作场面会是本剧最大亮点。武打的风格呀，全部是以电影的一种感觉在做，它呈现出来的效果还有那种质感是一般电视剧里面看不到的。据了解，该剧将于本月15号起每晚黄金时间在我台影视文艺频道全国首播，四川观众将率先欣赏到这部抗战题材大戏。